顺位是第九顺位的我们的南关社区关怀据点关怀据点的部分的那我们也是非常他们应该是也是首次来参加我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部分然后让我们就是今年迈入了第八届的首次来参加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呢可以来持续的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的项目那我们非常谢谢南关社区关怀据点这次应该是我们的幼城的居家物理治疗所幼城物理之家治疗所的部分那我们也看到道具一个一个的端上舞台一个一个的陈列出来有蒸笼有刀子有铁锅看起来又是一个有备而来的社区了有备而来的社区他们要来表演的比赛的名称是我们叫做板凳请人客半桌请人客是我们的阿勇师看起来是我们的阿勇师的部分了OK 了吗好了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我们南关社区关怀据点所带来的板凳请人客掌声欢迎Bye.、Uh-huh.
带来的表演版的枪狼 K。哦，我看到非常用心的道具了哈，那也非常谢谢他们今天的参与。那紧接着呢，是我们也是首次来参加的我们的社团法人，他们是基督教婚生牧灵协会的。那我们刚刚在我们的活动一开始之前呢，就有特别来介绍哈，我们今天与会最高龄的长辈哦，就是在我们的新兴我们的基督教婚生牧灵教会，我来今天也是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演出的表演的参赛我们的队伍里面哦。那我们婚生牧灵协会呢，主要带来的是我们的表演的曲目呢，是我们的歌唱比赛，好、哦，歌唱比赛了哈、哦，准备好了吗？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社团法人台南市基督教婚生牧灵协会所带来的歌唱比赛，掌声欢迎。
然后再次谢谢我们昆生牧灵教会所带来的表演的节目，也非常谢谢我们昆生教会今年的来首次参加我们的第八届的银发擂台秀。那这边提醒一下，上下舞台的时候，上下舞台的时候记得特别留意一下我们的楼梯的部分哦，谢谢。好的，紧接着下来呢，也是我们今天首次来参加的，而且是。